他明明来过，他看你皮啊！我没来过。好嘞。嗨。嗨。嗨。那哥哥应该要跟妹妹带过。我在录影。对，我就是要你录影啊，照相宝宝做照就好了。玉米很大颗。我们潘晨晨负责摄影哦。太好了，每个小孩都有任务。啊，我没任务啊。你的任务就是……我要你任务就是你就安静就可以了。耶！这个是什么？芭辣吗？哎呀，不啊，不啊。这个好像是柚子。柚子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样子呀。有点那个了。